请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各位唯心圣教、唯心神士同修、法师讲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祈求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解怨释结啊，已经进入到大地。焰火一天一天的光明啊，温情瘟疫一天一天的减少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易经老祖师尊所开示了，已经进入火地境。火地境的大地的火还在动，但是大地之火已经变成渐渐的化为尘土，而火生土，生出去出去的，就是我们八卦叫火水未济。啊，刚好今天也是五日，所以这个火水未济耶，焰火烈火还是很光明、很旺、很强。这要解除天恩煞事，就是需要这个烈火。温火，所以我们祈求蓝天三十三天王、二十八天公啊、光辉王，他配合我们大家这十多天来不眠不休的二十四小时，我们供养。点光明灯，啊，由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你们的用心祈祷，啊，再加上啊，大家送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功德，啊，仰仗啊天威老祖天威，啊。啊，这化为光明。那么我们天恩的结煞就可以解怨释结。到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佛诞日，仰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来加持，大地春回啊，所以呀、啊。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啊，大地都在进步啊，这个灾情也是在稳定啊，就是火水未济，忧中忘喜。
我们恭喜各位，你们大家的努力啊，大家啊尽心的啊依法修行，依照老祖师尊开示的，我们修行。在、啊、这两天啊，我们有接到有的同修说，师父啊，现在这个瘟疫啊、疫情那么严重，要举行这个法会吗？啊，我说一定要举行啊，但是呢，480万部的经宝，我们一定要圆满啊，圆满就没问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再接再厉啊，满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我们大家努力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相信天下会太平，我相信世界会和平，更相信人间可以成为一块净土啊！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都很辛苦。从1月13日开始生产以来，每天天时地利人和相辉映，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来，就是浮云蔽日。若是今天没有浮云蔽日，我们所祈祷的、所求的，就会大打折扣。今天又是惊蛰加下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坛城充满的光明和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在家里不眠不休的再送天德经来回向。走到昨天，大家所要回家的路已经走到同一条路，在今天啊，2月12日已经大地充满的浮云蔽日，所以可以证明大家的努力不眠不休的在修行，在祈祷，在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虽然还有一些武汉肺炎的病例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在今天就还有很大的进展了。啊，大家的祈祷，上天会满了我们的愿。王禅老祖时时提醒我们大家，大公无私的祷告祈祷都会如愿的，何况
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因应当下性地球人类的所会遇到的灾难，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还要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不要打折后。所以我们很认真，大家很用心，日夜轮值在这里行功立德，而在家里日夜诵经来回向。那今天已经是2月12日，那就是回娘家的日子。啊，天恩煞神啊，来到世间啊，在世间走一趟，就是要回家的路了。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来啊，由幻贝学院院长严嵩院长代表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十万大众，每天以六度万恨来弥补这个地球，到今天已经是精致，就圆满了。啊，明天、后天就开始停日下来休息了。啊，让我们所有的瘟神煞神都能够安安心心的回家。我们祈愿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个灾难啊，每60年来一趟，不同的灾难，不同的方式，这浩劫来警告地球上的众生，冥阳两界众生。要本着相疼爱，那我们所行、所修、所做的，天地人三心，合成一心，合成天心。所以今天啊，大地蒙稳。啊，今天大地的花草木石等等万生万物充满的生机和希望啊，我们祈愿呢啊，都能够满大家的愿，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好过年，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国会大众等
即当下庚子年天伦永吉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诸佛菩萨圣神佛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十一月十三日还正是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大天尊慈悲悯世消灾化解救世不迟老大德大人的齐安大法会从一月十三日到现在来整整三十天了、哦、啊这三十天呢维新贤士佛会大众等这尊天华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解怨自解消灾化解这个大法会啊我们一路走来都是本着在诚信啊，本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同修文对玉皇大帝对天的诚信对众生的诚信啊，对于列祖列宗的诚信我们都不遗余力的努力目标就是台湾平安所以庚子年的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已经升起圣幡宣告法界感恩法界对台湾人民地球人类他都慈悲悯世一路走来已经绕了一大圈绕了一大圈之后终于上天给我们的慰问安心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所以我们务必要为守护台湾平安要在农历三月十九日开始供奉王禅老祖的圣诞办好水陆大灾法会而且二月二昭告法界宣告法界呈报上天诸佛菩萨终于在昨天由世间法就是由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更进一步来保护台湾的安定因为地球要平安世界要和平务必要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玉皇大帝的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慈云在台湾
树立一座定海神针九龙柱，在八卦山维新圣教学院啊，金钟穴来唤醒名扬两界，尤其瑶池金母大天尊慈悲啊，要我们维新贤士、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及各位同学们，树立一座高34.8米、纯铜的九龙柱，前对离间顺坎艮坤，物极都天，以度地的九龙柱，在八卦圣城。就是台湾定海神针，台湾是一条汪洋中的法船，是人类生命的依归，所以台湾这台法船百千万劫来都在汪洋中漂浮不定，因缘和合到了当下性，台湾祖师的慈悲啊，为安定台湾，为世界和平，他的法船再到，所以一路走来啊，邀请了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九大菩萨光降到台湾，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一路走来的整个的过程，开山垦地，见如来，就禅机山，在天坛。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告诉我们，要名扬两界同关照，世界才能和平啊！你人间界啊，你要达到和谐，必须要先从天上界啊，灵魂界安魂力魄，所以一路走来37年，王禅老祖的天威给我们维新贤士行功立德的大好机会，我们终于一一的圆满了。到了今天庚子年的2月13日，我们例行诚信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圆满天恩永喜，天灾永喜的祈福大法会，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务必继续努力的、用心的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以这个法宴来回向、来供养、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天恩永续才会归于平静。再过6天，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佛诞日啊，我相信，我也期望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啊！啊，这个是明阳两界同关照的一条心，玉皇大帝颁赐给我们的真言，王禅老祖带领大家有缘的十方善信大德、和会大众等唯心贤士们，好表达大家共同的心声：世界找和平，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啊！